有什么好笑的？好，可乐羊，你要做吗？可乐羊要不要做？你的保鲜膜呢？你去找陈老师拿，问陈老师说你可不可以做。好，来，我开始咯。两个黄色哦，请你这个药就带起来，药就收起来，自己决定。我不要。那就收起来，收抽屉，快点。